丁超，民进党团开记者会，也有陈玉珍立委在旁边丁超。你不要胡说八道，我刚刚从这里经过，你再讲我就听一下。久了，你怎么？哦，谢谢你。我加快速度，我来看直接看直播也看不到，我刚好在经过哎、谢谢。你怎么可以胡说？所以说，难道你们这个记者会不是公开的吗？你怎么可以随便乱入呢？我没有乱入，因为你点名我，我这边没有打断电话，我也可以看直播看得到。我刚好走路，谢谢我们那边看，我刚好走路经过。我看一下你在讲什么。你为什么点名我？办公室在，请你不要点名我，你点名我，我叫我回答。办公室在隔壁，你点名我，我叫我回答。什么叫我在听上？什么叫我在听上？站在我的记者会门口，我经过。你为什么要我们开记者会？你为什么要？你这是公开的吗？你这公开的地方，你把我放在这里。
你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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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，因为想要我，一直在跟要不要针对，你一直在针对我，我调了，我都关心我的名声，你知道吗？我每天都跟你讲啊。啊，是以前讲啊，伊人讲啊有代志吗？伊人讲啊有代志吗？他今天不提我，有事吗？谁针对谁？你刚刚说我们在开记者会，谁针对的时候？这些都是在旁边，不是吗？这些都是我懂区域的，我站在外面也可以被你这样侮辱。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团在开记者会，其他党的委员公然站在门口，还乱入来干扰我们召开记者会。你没有听我，请不要这样好吗？你没有听我以前把玉珍委员带走，你没有点名我以前，我一直站在外面。你没有点名我以前，我一直站在外面。我觉得大家常常都会各自开记者会，是。如果今天乱了这个套，那么明天起大家也都到别人的记者会门口去揍的哦。请问他是不是先点名我？我站在门口。可是你是不是先站在门口？而且你在门口超越。我们现在把画面来观察，我们开记者会讲什么？他站了十五分钟开场，那我们之后，所以他可以回办公室看直播啊。我刚刚经过，站在我们记者会数分钟在那边，我听听你们讲什么不好吗？我对沈博阳跟庄伟雄，谁是惹事的？谁是惹事的人？我没有惹事，你先点名我。谁是惹事的人？今天没有做这件，因为你他想要讲给谁听？对谁来宣誓效忠？对谁来进行表态？而且现在不离开，这个鬼在哪里？全民都在直播，都在看。所以说，大家把这个嘴脸、把这个态度看清楚。国民党现在连党团的党鞭都跑来民进党的党团闹场。大家看到，就是我刚刚所讲的，最可怕的就是里应外合。你先讲这个场面，这个画面，大家去把它截下来。你这样看到是太多了，要不然请你们离开，不然就请你们离开。我讲最有趣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要站在这里？因为我跟你讲，你从早上10:35到现在是10:55了，因为你点名干扰我们记者会20分钟了。我讲完这一句，我你不是单纯的路过好吗？哎，我没有说我路过，我跟你讲，你刚不说你路过吗？我路过的时候我听到，你刚不说你路过吗？我讲了，我讲了，所以你承认你是盯梢吗？不是盯，听话叫做盯梢，你听我讲。我一向很尊重沈博阳跟庄瑞雄，因为你在学法律的，他们的想法，因为我学的，我想他们想法到底是怎么样。沈博阳，你说一下，听我讲完，听我讲完。所以我经过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听我讲，我讲的。你刚好也来了哈，我必须要表达一下。我不光能文经网站，民进党真的在开记者会的时候，我没有干扰你吗？没问题，不要走了。我讲两次。我再讲一次哦，国民党提。点名我的记者会无数次，我从来没有重新来过。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重新去过。知道我为什么来？对，所以如果有什么话可以在外面跟记者讲，但不要干扰这个的。我没有干扰，来，你先听我讲。我被点名了那么多次，我从来没有重新去过。我尊重你，好不好？我两分钟我讲。而且还上张照片。好吗？两分钟我走啊！我不行，我讲。这是我们的你婚礼党团开记者会，不要开记者会，开你的党团开记者会，你可以反驳，你可以澄清。你可以去骂任何你想骂，接受你的申请。这里是民进党，我会听到沈博阳跟庄伟雄讲我想听。谢谢。你讲我其实不怎么想听。我要跟党，没打，没打我了，我要跟你。啊，谢谢啊，你。我们的党团真的开记者会，我们不容许国民党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这里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因为他点名到我才进来跟他对话，不然我们被点名。我们开记者会，因为你要来跟我们对什么话？你公然的侮辱我，在你面前我还不会有权利捍卫吗？10:35站在那里要5分钟。这不是盯梢，什么是盯梢啊？这不是盯梢，什么是盯梢啊？好吗？你还不是吴思瑶点名我吗？你不会这样，你想干扰谁的言论自由吗？你只会像鸡一样叫。我跟你讲，有一句古诗：风雨如晦，鸡鸣不语，就这里。这国家错了。邓丽丽的东莞共，邓丽丽的邓丽丽的东莞共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的党团呐。谢谢关心哈，我们记者会要进行嘿。你要怎么讲？你们让我们打算开记者会？你私下怎么骂我？我们进来侮辱了我们每一个人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